本场是1:10开始，我们稍微慢了10分钟啊，因为上一个场次非常的精彩的交锋哈。台湾学的进入学里面的讨论这样的一个学术空间的互相的攻防啊，其实大概也只有20年的时间啊，能够20年时间。那么这个空间，近一代这个空间是一个大概我们非常熟悉的从最早90年开始的时候，郑方正在静宜尤其是在中文系还有通识课程里面不断的增加台湾文学课程，那么静宜大学就是一个台湾文学的教学研究的重镇。那么到现在除了这个有一个台湾系以外，还有黄仁英先生主持台湾文学研究的中心啊，那这个都是轻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稍微这个吞吐一下，因为场域啊，本来要讲场域，但三个场次这个场域的问题是大家这个热衷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几乎我们现在已经是不能不说场域了哈，但是这个场域的问题，场域理论我们怎么谈，怎么在这个了解研究的空间里面去应用，确实有很多的问题。OK， 好，你就避开了哈。这个场次我们有4篇论文，它涉及的议题，讨论的问题，其实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有趣。跟4篇论文，讨论的是跟文学台湾有关联的两位小说家、两位诗人的讨论。当然他们并不局限于文学台湾，他们在台湾文坛、台湾文学史上都是已经相当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或者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大的这个成就的。那么四位发表人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年轻啊，从我们的观点来讲比较年轻，他们的学术的开展还有很大的一个前景可以期待的。我今天带来的这篇论文呢，讨论的是台湾重量级的一位艺术的批评家，还有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历史学者，还有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小说家的一个作品。那当然我今天介绍这个议题呢，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虽然非常喜欢艺术，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哦。那今天呢，要烦劳蒋老师呢评论我这一篇论文，我其实是诚惶诚恐的。那我也知道这篇论文呢有很多的瑕疵，有很多不周到的地方。那还请蒋老师还有现场的所有的前辈做的师长们，给我更多更重要的一些意见哦。那我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今天带来的这一篇论文。那首先呢，我想谈到的是谢立法老师呢，他为什么在2008年的时候书写了这一部《紫色大道城》？我想先谈一下他个人的一个创作动机了哦。那当然，他创作动机呢，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他做了很多不同层次的一些铺陈。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呢，我发现到他自己有提到，他说国外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影视作品，那这些影视作品呢特别会凸显国外的一些艺术家，比如说莫里尼亚尼啦然后他们的一个艺术的成就。那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台湾的很多的画家他会觉得也许我们的作品不是像国外这么样子的精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应该要透过所谓的影像的一个魅力呢，或者是文学的魅力呢，去把我们在艺术上面的一些成就透过更平易近人的方式推荐给一些世人。所以他在2008年完成紫色大道城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期许，他很希望这个作品呢
让我能够改编成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让更多的庶民，让更多的台湾的一些民众能够了解，原来在二三零代的时候呢，就说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一些画家，他们努力的呢在实现他们的一个艺术魂或者是一个创作魂。那这一段岁月呢，也许很多人都遗忘了，但是他呢念之在兹，所以他一直想要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呢，透过他的小说传送出去哦。那我想呢，今天我们透过紫色大道城里面来了解谢立法老师，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大家知道他在七八年的时候就推出来了运动史的这样的一部作品。那这部作品呢，等于说是非常系列性的去探讨了在二三零年代呢，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代的现代的艺术家，他们的一些艺术的成就，还有他们的艺术的局限。那我自己这个论文的一个切入点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我看到紫色大道城这部小说的时候，有一个部分我觉得特别的吸引我，那特别吸引我的这个部分呢，是林瑞桃甫这位老师，他是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导师。那台湾呢第一代的艺术家其实是受到了这些日本来的一些的老师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影响，特别是他带来的是一个西化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冲击，然后非常多的台湾画家也都是他的门生。那他在这部小说里面呢，谢立法老师透过他的一些陈述，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就我们过去在看待台湾的这个画坛这一段历史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会说台洋呢其实是非常右派的，然后我会说呢造型其实是非常左派的，但是他要说其实台洋一点都不右，造型一点都不左。那台湾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艺术家，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左也不右，所以没有办法呢在思想上面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以至于在影响这些作品的一些成就。所以他认为在这个时期的画家呢，并没有创造出来一个非常伟大的时期。那我从这样的一个段落里面，我觉得我在这个段落里面停留了非常非常久，我一直在思考谢立法老师为什么要透过呢唐瑞元这样的一段话里面勾引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对于这一段历史的一种沉思。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是非常想要去探究的哦。那我们可以发现到，透过这部小说呢，我觉得谢立法老师他其实用一个非常婉转的方式告诉我们，虽然在这个时期的画作没有完成一个伟大的时刻，或是没有完成一个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是必须要去理解的哦，也可以必须呢去接受它。那因为受限于那个时代呢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族的认同，那这些部分呢当然都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因为我今天准备了 PPT， 然后所以我试着回想一下我的 PPT 的内容讲些什么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谈一下我这部论文里面的几个很重要一个框架哦。我先来谈一下我论文里面的第一个小节好不好哦。那在第一个小节的部分呢，我谈到的是一个理念，我觉得文学作品呢，其实它跟一个历史的著作是一样的，就是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哦。然后这样能动力量就是呢，我觉得谢立法老师也透过他的小说的作品，跟他的很多的艺术作品，跟他很多的艺术评论是一样的，还有他很多的历史的评论是一样，他都在扮演一个呢。介入了所谓的论述的这样一种能动的力量哦。那我觉得很明显的，在他从七零年代的时候所书写的运动史，还有包括紫色大道城里面，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主体，就是以台湾为主体的一个角度在思考台湾的历史的发展，还有台湾的美术的发展。那我觉得这是这一部小说作品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哦。那另外呢，我还想再谈的一个部分是。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在过去我们去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很轻易的，就是以这段历史就是一段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或者呢会用一个观点，会认为说这群画家呢，他们就是比较倾向于所谓的是中产阶级的一些作家们，所以他们对所谓的社会运动坚持台湾的主体性的那样的一种坚持性。没有像文学界或者是所谓的社运界或者是呢所谓的其他的那样的一种艺术媒体的一个那样的一种反应而来的那样的一个急切哦。那我就想是不是只有这两端的一种解释，是没有极端化的解释能够去看待这一段历史，我们还不可以从这样的一种天平的两端里面呢去找到一个去论述这一段时期的这段历史的另外一种方式哦。好，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引发了我写这一篇论文哦。那首先呢，我这篇论文是透过三个章节来论述
第一个章节是是历史小说，也是国族寓言哦。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来思考这个部分？因为我发现到在这段历史的书写当中呢，谢立法老师他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呈现所谓的历史，就是透过历史小说的形式。那在这里呢，我援引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历史的评论家，一位是日本非常非常优秀的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也就是菊池宽的一个论点，以他的论点来评述到底他觉得什么样的作品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小说。另外呢，我援引的是台湾非常非常重量级的一位历史学家哦，过去也曾经在东海大学任教的林在觉老师，他的一些观点哦。那这两位呢历史学家，他们在看待历史的观点的时候，都非常强调的是这段历史的论述必须是过去发生在历史的时空里面某些真实的人物的一些相关的故事。那林在觉老师特别看重的是所谓的实存性哦，那包括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情节的塑造上面，或者是叙事，甚至是语言，都让人家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真实。我觉得就这两位呢，历史小说的评论家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的，谢立法老师的《紫色大冒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小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历史小说哦。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论证的一个部分是在第一部小说当中呢，它刻画了几个冲突，包括台展跟地展之间的冲突，还有呢所谓的台展跟台洋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到底我们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还是说我们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呢，牵扯到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国族认同的问题。我觉得我会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做比较深入的论证哦。那第二个部分呢，我要谈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哦，我来谈一下是我的论文里面的第三个章节啦。我之前上面讲的是紫色大稻埕很重要的地点，也就是大稻埕哦。那大稻埕这个地点呢，我其实是想透过空间隐喻的这个观点里面来去思考它了哦。那我们知道就是原理的所谓的人文地理学的一个观点，会特别去强调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强调是这个地点它所在的区位。另外这个地点它过去的所有的物质的基础，第三个就是它唤起的一个地方感哦。那我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人文地理学所提供的一个历史的关照，还有说地景的一些解析，然后结合这部小说去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哦。那我可以发现到呢，紫色大稻埕从过去的这个大稻埕的地方是原本在它的金黄色的光辉哦，它是一个农地，然后慢慢改变成一个商场，然后到日日学习的时候，变成说它可以融汇很多中西相冲突的一些文化，让它呢变化出一种呢奇花异果、异质文化的一种融合。我觉得他为了这些艺术家呢，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可以产生一个呢非常厉害的一个紫色的旋风。那这紫色的旋风呢，能够带领了台湾的艺术界迈向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时空，迈向了一个呢所谓的属于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种想象。我觉得在这部小说，实际上谢立法老师投注了他非常激烈的一些想象，我觉得这是这个作品里面很特殊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呢，我要讨论的是上面一个章节是谈到的是历史与叙事的部分。那在这个章节里面，我尝试的利用一些叙事学的一些理念呢，来解析这部小说。那这个小说里面，它主要描绘的四个很重要的人物，这四个很重要的人物呢，包括李石樵老师，还有包括我差点说郭松芬老师哦，郭松芬老师他的父亲郭雪湖老师，还有包括呢这部小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人物，也就是陈新粉哦。那这部小说其实透过四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典型人物，然后等于说是透过他们四个人，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这四个人呢，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日本画坛的一个他者，台湾就是一个相对于日本人就是一个他者的一个形象。他们在台湾这个地方散发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光芒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我想要去论述的部分。那我想要谈的是在这一部小说当中它的一个叙事的一些特色。那我觉得谢立法老师虽然他很谦称说他觉得他的历史小说其实是一个尝试，但是我觉得他在刻画人物上面其实刻画得非常好。那在这部小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这边就好了。好，那很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呢，就是陈新粉啦哦。那陈新粉呢，我觉得他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是透过多层的对比呢，去凸显出来他跟其他的画家一些差异性。
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其实谢里法老师预计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理想性哦。那我们知道陈清汾他在心中里面呢，他最崇慕的其实是范古。那我们对于范古的人生路有些了解的话，我们知道范古就是那个为了艺术，他可以牺牲自己所有，然后就可以燃烧的灵魂哦，是完全都不去想象任何的名利或者是权势。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在这部小说里面，我觉得同样也是如此哦。那我们知道谢立法老师他自己提过，他说他在爬书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发现到其实在台湾的画坛，在那个时期里面正欠缺的像是范古式的这样一种画家。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是台展或者是台洋哦，那这群画家他们都是蛮在乎的是得奖的部分哦。那在得奖的部分呢，我觉得也走出了一个非常崎岖的所谓的荆棘之道。因为这个荆棘之道就是这四个画家他们怎么作为一个所谓地展的一个他者，他们在那个非常艰难艰困那个时期里面，他不要张扬所谓的自己是一个台湾人，或是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画画的舞台里面如何大放光彩。我觉得他们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艰难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当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又回到刚刚我所提到的哦，为什么谢立法老师会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产生伟大作品的时期，我们在这里面充满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理解，共同还原的一个历史性。然后最后我的结论是我要谈的是最后我不想耽搁大家太多的时间，我就做一个小小总结。那我觉得谢立法老师当然他说过在这段历史里面他看不到一个理想性，但是他透过他的小说，他把这个理想性的东西是放在了像陈清汾这样一个人物上面哦。那我总结一下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这部小说呢，从一个传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然后扩延到所谓的压抑的殖民历史，然后借由美术的运动史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它探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所谓的国族历史哦。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历史小说，它也是一段非常非常复杂的国族历史。那我说我会觉得这部小说蛮精彩的部分是把大稻埕的一个重要性凸显出来哦。那它是一个创造了台湾带领到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种情境，然后凸显出来呢所谓的比较现代化的一种企业想象的一个作品。不是，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充分展现了小说之美。好，不好意思占用一点时间，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谢立法，有紫色大道场，还有历史感怀，又有身份影响，所以在他这个题目里面一共有七个关键词，也就是说他要去解决这么就是说这样一篇论文他要去解决七个大的问题，而这七个关键词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像在论文里面并不会看得很清楚。好，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他前面讲历史小说跟国族语言，可是他到后面他会再谈一次历史与叙事。那我自己的习惯就因为我是比较笨的人，所以我就会把我写论文的时候我就会像积木一样，就是蓝的放在一起，红的放在一起，然后或者说方形的放在一起，或者说三角形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每一种分类的法则都有它背后的一个标准，究竟是要用
好，那个形状分还是要用颜色分。好，那那个哪些东西好可以把它摆在一起？那我就会把历史、国族、叙事我会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会认为，好，假如说他们两个中间衔接有一个历史那个历史的话，好，那应该就可以历史后面说它里面有国族跟叙事。这是我认为我对于这篇论文，假如可以更脉络化的话，我认为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方法。好，那当然我的建议不一定是对的。好，那么我说过，因为我比较多的缘故哈。那再来谈到那个什么那个谈到后面我会想就说基本上在谈那个地展那个或者说台那个什么台阳或者就台展的时候，不太能够展现出那个空间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我想大家现在都不得不去跨领域呢做实务，所以总是要好像我们搞文学也要做文学展。那我们在做这个文学展，我们在做这个展的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怎么样，它有一个是属于那个展什么，也就是说展出来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展，怎么摆置那个空间的摆置 OK， 那什么哪些东西是可以进来和哪些不可以进来的。好，那我会觉得国族展示空间这个就比较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空间。日本的画家也许会跟那个台湾的画家享有在不同的展示空间里面享有不同的那个安排的位置，也就是说谁在哪里是最看得见的，那谁是被摆在角落是比较隐晦的。那这个是就是说我认为假如说要谈空间的话，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身份跟展示内容也是属于空间的部分 OK。 好，什么样的身份是可以进去的。好，那么那个什么呢，然后再来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其实那个唐教授他的论文里面充满了趣点，就他很多论述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他也指出了其中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日据时期那个艺术跟文学的这种混融性在我们现在是比较就是比较至少我自己就很不会艺术这样，就是我就很不懂艺术那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好的文学家几乎都有一定的艺术的背景跟训练，他们有这种养成 OK 所以我觉得是有没有可能去讨论紫色大造城里面他对这个混融的空间的展示。好，这个是假如说要谈的是人文空间。那假如说现在要谈的是历史与小说，我会建议就是说为什么会是在大稻城，就刚刚讲人文地理学部分，为什么是这些人到大稻城，为什么谢礼法要写大稻城 OK， 他们在这里都做了什么。好，那那个什么那个他们的书写就是说被书写跟实际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差异这样。那假如因为那个我觉得唐教授这篇论文实在太丰富了，因为他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谢礼法他本身是一个画家，所以他在写这些人的时候他呈现了哪些观点。那也就是说谢礼法自身的特殊的这种就是说这种视角跟他所写的这些人物这些事件这个那个什么那个这些细节他们彼此之间就是说这个编撰作者他跟那个什么跟这些东西究竟成什么样的关系。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好，那非常好的论点。那唐教授就说他这篇论文就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它包含了很多很多那个过去也许我们在写一般的小说可能不会注意到不会触及的这些意境。好，那至少因为我自己的接触比较有限，就我就比较没有看到过里面说可以真正去谈一个空间，一个展示空间。OK， 好，那个什么，所以我会建议那个唐教授，就说很有才华，然后也很有那个什么很有那个那种找到题目那种那种 sense 那么那个什么这篇论文可以在未来发展为一本非常好的书。以上是我的建议，谢谢。这个谢立华作为一个他本身其实是个画家，现在被讨论是当作一个小说家来讨论，但是在70年代他的就是他美术运动史是开红旗之心，影响非常大的。那么他的这个紫色大道城也能够改编成这个电视剧，让大家重新透过他的小说去正视，相对来讲好像已经比较没有像旗帜那么光辉的大道城，可是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场域，又是场域。OK， 这篇论文还有很多因为时间长处，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个细细这个说明的。OK， 我们可以再好好去看他的论文。谢谢主席江老师，我要再次感谢江老师的讲评因为我这篇论文其实有蛮多的突出之处，那刚刚江老师都把它指出来了江老师说的没有错，因为我自己这篇论文大概完成差不多的时候，就发现到我的关键词还有我的题目有很多东西是重复的，我可以更进一步把这些东西呢都整合得更好，谢谢老师给我的意见。那我会在章节上面再做一些微调，让每一个部分呢做更紧密的一种结合。比如说，我就想到我的题目或许可以把它简化成《日治人文空间论紫色大道城的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这样的话就会把很多的关键词还有章节的部分把它扣合得更紧密一些些。那另外呢，我在这里要感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赵老师如果没有赵老师率先探出到谢立法老师他在艺术史上面的一些成就，然后老师在那篇论文里面等于说是提出来了很多的观点的话，大概不会有这篇论文那或者是老师指引我从一个国族的一个角度上面去思考他的作品的一个书意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点那我来讨论一下刚刚老师指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篇作品当中的一个空间的意义。那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老实说在这篇小说里面我印象所及它并没有针对呢不论是台展里面的日籍的作家或者是台湾籍的作家那他们在这个画场，就是说在那个展览会上面那个画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身份上的一种悬殊所以呢产生一些差异性，我印象中是没有的。那反倒是提到那个李石桥，大家知道他有一副裸女图当时那个警察就把他这个画给卸下来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去探出老师刚刚提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我想说在这篇作品里面为什么谢立法老师要特别解释，好像很多人都问他到底为什么是紫色的，大道城为什么是紫色的，那这一群艺术家或者我们讲说不只是艺术家，但是所有的文化人包括社会运动者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在那个时候是齐聚一心汇聚在这个大道城之上，才造成这样的一股非常非常绚烂的紫色的旋风。大道城本来是金色的，那后来因为文明的建筑或者是说我们讲西化的一些进入那现代化的东西进入之后，让整个呢本来是以农业为城的这样的一个商城慢慢慢慢的改变了它的一个形貌，那产生了像是紫色这样的一个色泽。所以我想这篇作品当中那个大道城很大一部分它是有它抽象的一个象征的意义的，那个象征的意义更大于这个作品里面
所讲的那个实际上的那样的一种空间的意义哦。所以我在这个章节里面就是要花很多篇幅去论证为什么它是所谓的台湾的蒙马特，就像格林威治一样，它是一个艺术之都。因为这个艺术之都是由这边所有的一些画家，像郭雪湖先生，或者是像那个陈清粉哦，他们都是大道成人，然后还有包括他们在这个地方所擦撞出来的对于那个时代，特别是非常非常西化的一种绘画精神的一种超越哦，或者说一种靠拢，那才会产生那样一个非常紫色的那样的一种旋风。那这是我想要主要论述的一个重点哦。那刚刚老师也提到，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去思考谢立发老师？他既是一个艺术家，他又是一个历史学者，那他今天又是转变他的身份变成一个小说家。那他在描述这些画家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在看这些画家？我觉得他在描述所有的人，可能这里面都投射某部分的一些自己。那也可以说，他投射了某部分自己的，可能他自己对于一个艺术的一种理想性的东西在里面。那我觉得他的那样的一种姿态是非常非常坦诚，他看到他们身上的不足，同时也看到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想要去超越那个时代的束缚，或者是说身为一个所谓的日本的他者，让这一群台籍的作家他们那样的一种艰困的身世。我觉得他在这部小说里面基本上看待这个历史的姿态是这个样子的啦。我先简单的回应到这里，谢谢。